找到了，就是我们一笔一笔过。好嘞，气球是228。嗯 ，OK， 然后那个盒饭，250，跟乐队老师一块吃的。OK，有一顿午餐是200，特调其实也是午餐。对，算呗，260。嗯，后来的晚餐是281，然后呢，准备的成本里面有打印400，志愿者900，志愿者的饭是168，然后花是800。摊位费，左立那500，现在还有那个打印机的那个损耗的那135，我直接加这儿了啊，这个得咱得给人个新的，对，碎纸机，没了，没了，付款凭证有吗？这些？你是要我们把每一笔都找出来吗？对，我要看一眼。咱把上场整明白。都过去了。我看看啊，慢慢看，不急，我有的是时间。半天。哎，姐，张远付钱了吗？张远，他张远花什么钱了？张远真没付钱哈，真没付。好，一会儿问问他。啊，吓人，吓人，太吓人了，感觉很像廉政公署，是吧？是吧？我有点紧张呀。对呀，怎么了？感觉瞒不住了。瞒不住什么？没事。嗯。这玩意儿没事，就有个99，99是啥？快跟我说，什么时候99？到168，就穿这个。啊，那个礼炮，哦，开业那个炮，99。17号音乐仓库，热爱前行，不分开路。拉的时候挺爽的。我还有个夜宵250。好。还有什么时候？哦，那天哦。我的妈！哎呦哥。这怎么有点太大事了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什么内容啊，都是我看的。老王，给你说个事儿，这个时候吃的话，可能得重新跟你说。这不是你谁请的吗？导演组请啊。是，哎呀，谢谢导演组。谁？这来这来严打了怎么？要发。那来，我们从这儿。现在刚核算完了所有的钱，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全交底儿。我暂且相信啊，因为坤儿哥主动，对啊，10300减去4472，咱们还剩下的钱是5828。好，那我现在把还剩三场演出，对，那这栋梁哥记好下一次的账，对，我会跟这次一样，每一笔账单会过来查。收，好了。然后第二件事儿呢，是对，因为今年杭州新出台了一个政策，就是鼓励夜经济。夜晚总是有浓浓的人间烟火气，整座城市我们希望它是热闹的，充满人间烟火的。那么夜晚晚上这样年轻人也很多，所以杭州这座城市现在全方位的都在做夜经济这个事儿。